金子。看这两个咋个撮扯的？今天表演好，今天表演好。打架了。哎。开始要了，开始要了。打架了，打架，打架。都走下来了噻。两个不要下来了。都走下来了，跑啥子？太好玩了。他这个素质细得很，还是的。摁到他的脚，摁到他的脚板儿。踢他一脚头，抓下。哎，我有点冒火，你凭啥子把我踢下来的？不要下来了！哎，这个快快快，把它录下来。这是不是两口子？啥子？然后小的时候耍朋友，才几岁都开始耍朋友，就跟赵静安那个儿子一样的。小的开始耍朋友。哎，高头那个快下来哦，那个镜头里面没得了，快点哦！干嘛干嘛，都爬出来！哎，吃竹子那个熊猫跑了，跑哪儿去啊？耶，好快哟！哎，那个戴姐，她把你竹子拿来逗会儿她嘞。哎，好乖，好乖。可以哦，哎呦，好聪明哦！好能干，好能干，好能干。抓着好凶，哎呀，好能干，好能干，已经被人污染过了。哎呀，好乖，好乖。你看下面灯塔。那是黄澄澄的吗？没洗干净。没有洗海飞丝。哎呀，快啊！抱一下噻。哎呀，太搞了！亲吻一个的，我跟你说。那爪子要分开哦。嘿，嘿。分开哦。爪子。看嘛，一个在抱着他，抱着他的，看嘛。哦。耍一下嘛，再耍一下嘛。看嘛，不给你耍了。你闹着那个小熊猫，那睡午觉了。这是幼儿园。就像你儿子养的狗，幼儿园开始耍朋友。导游说不是幼儿园了，这儿。这会儿可能小学了，幼儿园的还要小些。学前班，说你可是搬走了之后，人家耍朋友就方便了。他竹子是给他砍的吗？还是砍到的，专门给他砍起丢到那儿的，嗯。好吃的。好了。那儿就是他们的厨房，可能吃东西的地方，窗子上娱乐地方，哦。砍到的。那打麻将呢？哪儿呢？他是不是厕所去了？这个。感觉像动作有点像，好像真的是，我把他了。你看嘛，刚刚是我正在打麻将，该说的。那会找地方的噶。我也下下手吧。那个在那睡的姿势，在那躺着。看，我还上不上去？一二三四是吗？哦，这还有两只，一共五只嘛。上面还有，哦哟。舒服了，舒服了。这边还有，你说带小孩来好，哎，小孩喜欢吃的。哦。哎，我也是去家庭来了，可能可以，单人的。哦哟，咬得咔嚓咔嚓的。这熊儿的智商应该是偏高的，你看它吃竹子。哦，这儿有，这底下有，好看哦。哦，这个也是个比较近的。他们说什么没用呢？